the street, Lenora, the houses and shops. It will be 一个孔让它跑出来。所以呢，当时候并没有地下排水系统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大马路做得比较低，全市的所有的水池都同时打开的情况下，水是直接排流出来。那还有马车的粪便，还有你的垃圾，所以全部都在这条大马路上走。怎么样能够保持干净？你也不能让它垃圾啊，或者是土就直接跟着走。所以你会发觉很多这种大的石块，在这些大的石块呢，它做一些。哎喂，嗯，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是在。对啊。